南明，还记得这儿吗？当然记得了。想当年，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带我到这儿来。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人只有站在高处的时候，心境就会宽广，看什么也都会很清楚。剑锋，你到底想要跟我说什么？ 昨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我说的不是我们要结婚，而是你毫无顾忌地把你的内心表达了出来。剑锋，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结婚的话，我们彼此的内心再有隔膜，到那个时候才是最痛苦的，不是吗？ 不管我昨天晚上酒后说了什么，那都是我在结婚之前的真心话。但结婚以后，那些就都不算数了。我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不想因为我们的婚姻放弃了你的真心，你明白吗？我们之间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样草率的结婚没有意义。剑锋，你不会是想…… 5年前，我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下任何的希望。我在恐怖分子的鼻子底下生活了5年，这5年危险无时无刻不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因此，我给你留下的是一个全情绝义、不辞而别的负心汉的形象。可是，当我真的回来了，我们两个人再彼此面对，就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为什么？写小说的把它说成是爱情，我觉得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觉得不是，那不是爱情。 而是惯性。8年前我们相爱的时候，好像也是一切你都随着我，是什么？是盲目憧憬。所以我们之间对你来说是不平等的。到最后，我们能不能走到一起？ 我觉得要给你时间，给我时间，也是给你时间吧。对，也是给我时间，这样我们才平等啊。那面，等我们两个人思想上都有了充分的准备，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结婚，好不好？剑锋。 我们真的要这样吗？这才是对彼此负责任的唯一办法。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回复到原来的战友关系上。我建议，我们取消登记结婚，一起回基地，好吗？ 教诲特战队，哼，说的跟吹气似的，规矩是不能破的。指挥长，我已经终止了休假，也取消了和剑锋的婚约。取消婚约？谁批准的？剑锋提出的，我也同意。我不同意。指挥长，别叫我指挥长。纳敏，纳敏，你们整的真是震撼人心，惊天动地啊！ 我能想到100个人出这个问题，我就是没有想到你们俩能整出这一出来。别说我是指挥长，我就是你常大爷、常大叔，我也不会同意的。搞什么儿戏啊？生理死理考验出来的感情，就这么吹了。
建锋他是个深思熟虑的人，他说的有道理，我同意。告诉你，我不同意，回去好好想想。这个李建锋，几天不敲打他就不行。行了，别在我这儿泡蘑菇了。他有他的问题，你有你的问题，他的问题我会找他谈的。向后转，回去。 是。走吧。李队，我找你。我知道你会来找我，我听说了，看出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是个男人，就应当负责任。你这叫不负责任，叫变心。别那么激动，这不叫变心，这叫问心。在爱情问题上，我必须要做的问心无愧。他等了你这么多年，他为你申请调离特战队，你这么多年的问心无愧。没错，纳敏的确为我做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就更没有权利不尊重他的内心。我不能因为有我的存在，就扭曲了他的感情。 所以，我要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对他全盘托出。杨三，你觉得我能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我不同意。对，这个态度我支持。处长，我先走了。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知道，知道我是要说什么吗？您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哼，还算聪明，还没执迷不悟。周会长，我真的是为纳明好。好什么好？你长本事了，还变成哲学家了，还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你真不愧是纳明的教官啊！把纳明搞得到现在还以为你说的是真知灼见呢。回去，给我写份检讨。 一定要深刻。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少过5月。您能不能听我解释？不能，你说的那些在我这儿灌不进去。执行命令。是。石医生，你帮我看看，我这两天眼睛特别不舒服。 而且还有红血丝，是不是有炎症啊？帮我看看。是。怎么样？狗屁的炎症，白眼狼都这样。哎，什么意思啊？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血火攻心，眼睛不红才怪呢。哎，看来我这眼药水是拿不成了，是吧？那我走行了吧？ 给你，谢谢石医生关心。你这句谢谢，应该和纳敏说。利队，眼疾是小事儿，这心病要是不治，可是会出大麻烦的。 看看这书，我正在研究心理病理，看如何才能治好你这复发的心理顽疾。刚好你在这儿，坐下，咱们好好谈谈。不用了，我现在是墙倒众人推啊，谁见我都可以给我一下。 纳敏，拿什么东西啊你？快快来坐，坐下。我给你倒杯水喝。不喝了，不喝了，你快坐下。没事儿。
对了，刚才我碰到医生，说你的手术非常成功。啊，恢复的不错。如果不是医生管着呀，我真想下去走两步。还是听医生的话，多休息几天吧。好了，这个话题就此打住。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您都听说了。头条啊，能不听说吗？指挥长的态度很清楚，我们两个。 完全一致，支队长，您安心养伤，我们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兵，我能不管吗？管，当然得管了。我想调回特战队，你帮我跟指挥长说说呗。那你要调回特战队，不就等于我们俩同意这事儿了？支队长，其实您是最了解我和剑锋的，我是他带出来的兵，我对他非常信任。 也可以说是崇拜他。可是剑锋说，这是仰视，不是平等，这是惯性，不是爱情。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就组成婚姻的话，是不成熟的。没想到我们的特战队长还真有格调，有哲理。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他把我点醒了。这件事儿。 或多或少跟杨灿有点关系吧。是。说实在的，支队长，你应该很清楚，当年你把他交到我这儿，我心里有负罪感。我要对得起李远征同志，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对杨灿的关注，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恨铁不成钢。 后来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成熟，我高兴，也确实是超乎寻常的高兴。当局者迷，我自己看不清楚，但是剑锋，他看得很明白。说实在的，剑锋他很欣赏杨灿，其实他对杨灿的期望和包容，远远超过了我。 这一次，剑锋明说出来了，我很感动，也很感激。剑锋他非常优秀，他是一个好男人，他应该得到更完整的爱，所以，我把他当做我永远的亲人，永远的战友。等等。 你别把我绕进去，我怎么听着又明白又糊涂的？支队长，你让我把话说完。其实我很清楚，对于杨灿，她有柳诗雯，诗雯是个好姑娘，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我和杨灿不可能的。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请求组织上能够批准我回特战队。只要我回了特战队，一切就不言而喻了。特战队的纪律摆在那儿，所有复杂的事情都可以变得简单化。剑锋，他可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杨灿就不能有其他的想法。 我也就彻底安心了，支队长，你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吗？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帮帮我，能够让我战胜这些个人情感，能够让我全身心的投入到特战队的任务中去，帮帮我吧。 帮我跟指挥长好好说说，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明白了，明白了，阿明啊，你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好，那我就帮你说说。 谢谢你，支队长。
那你现在能不能帮我给指挥长打个电话？打一个吧。阿明啊，你这乘胜追击用的不错嘛。不过啊，我理解你，尊重你的选择。好，现在就打。 林建峰，你说你这叫简成，洋洋洒洒12页，完全是辩护词。报告指挥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组织长汇报清楚了。清楚，很清楚啊。说吧，准备让我怎么处理？指挥长，这件事情立队没有错，如果处理就处理我。哎，不对啊。 事情是我提出来的，处理应该处理我呀。争争争，你们俩接着争，争清楚了我再说。我说过我不同意，现在再让我说同意，都让我来讲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么说，您同意了？我凭什么就这么同意了？聂风。 纳闽申请调回特战队，你怎么看？我当然双手赞成了。那以后关系怎么处？指挥长，厉剑锋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是我最亲密的战友，也是我最敬重的兄长。这样吧，先批准你归队，以观后效，让事实说话。 是。大队。立队。杨灿。石医生。这种时候你还来找他干什么呀？他和立队的事儿你没听说呀？这个时候你还插上一杠子，你合适吗你？ 说好听点，你是第三者；说难听点，你就是一搅屎棍子。不是，石医生，我没觉得第三者比搅屎棍子好听啊。不是，再说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冤枉你？你可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就你那点心思，瞎子都能看得出来。那你就是误会我了。我正想找他说说。你还说什么？你说呀。你就别说了，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离他远远的，越远越好。 你就别瞎搅和了，行吗？石宇，让他进去吧。你这海线不够乱吗？进来吧。杨灿，你可别让我们大家都看扁了你。坐吧。我还是站着吧，站着踏实些。 你是归队了吗？嗯，是。哎呀，好啊，太好了！这，那你跟立队……你明白就好，不用我再解释了吧？不行不行，你跟立队不能这样。我跟立队的事儿，你就不要瞎操心了。我觉得跟我有关系，所以打住！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今天你来的正好，有些事儿。 我得跟你讲清楚了，我跟立队分手，绝不是因为你。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只可能是战友关系，这样也有利于我们之间正常工作关系的开展，更有利于你处理好和柳世文的关系。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处理，我只是希望不要想入非非了。我不希望我们再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所谓的希望。你这是给我下命令吗？对。 是命令，你可以走了。纳闽，林总，你要的咖啡。
有什么好消息啊？您这字写的真好啊，总把新桃换旧符。都说血浓于水啊，令公子和您真是心有灵犀呀。什么意思啊？根据监听结果，杨灿的感情很复杂呀。直说吧。杨灿和他的副队长娜米小姐正在上演一出情感大戏，杨灿对她可是刻骨铭心的。要是杨灿没有和柳世文好上，那您花在柳世文身上的心思可都白费了。为了暗夜计划，必须采取措施。会长很关心项目的进度。这个情况不用告诉他，行吗？你知道的，我会听你的。你真是个女汉子啊，惊着我了，快刀斩乱麻呀！我真替丽姐弄屈得慌。你说你们这是干嘛呀？这么折腾自己。你说完了吗？哎，从心理医生的角度来说，你的话那么多，可不符合科学啊。少来，这么多年我就盼着你们两个修成正果，到临了是这么个结果。我觉得我这心脏都要停跳了，憋死我了。哎，这么多年，你心里的那个人怎么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啊？要我说，你自己的事儿才应该早点解决呢。你那么关心我，不会是把我当成医学研究对象了吧？我简单，没你那么复杂。诗雨，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从道理上好像说清了，千锋他心里一定不好受。我现在不方便，所以想请你多关心一下他，给他排解排解。那没问题，那是我分内的事儿。那你呢？你不说我是女汉子吗？我现在已经回到特战队了，除了任务，其余的我就都不想了。可是你这样让我好心疼啊。行了，别说的那么肉麻，我没事儿。请进。难得呀，周末还这么孜孜不倦，不愧是特战队长。石医生，有事吗？当然有事儿。请讲。我这是牺牲周末休息时间，送医上门。送医上门？怎么？专心钻研军事技术，把病都忘了？哦，你说我眼睛吧？我说的不是眼睛，是心病。哎呀，石医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姬医会药可不是个好病人，你怎么就不能改改呢？行行行，我改，你说吧，怎么治疗？今天晚上去大剧院听音乐会。听音乐会？这是第一堂心理疏导课，算我请你。还是算了吧，听音乐会这不浪费门票吗？我进去了肯定就睡觉了。哎，你是不是又要抗拒治疗？我不是抗拒治疗，是因为你这治疗根本就不对症。行了，石医生，你的好心啊，我心领了。你还是让我干点我自己爱干的事儿吧，行吗？怎么样？油盐不进，药不对症。别灰心，锲而不舍。我这是带你去的，我领你的情。我想起来了，我弄点让他感兴趣的。走。又足以上门。我给你换一种药。那。全是欧美大片啊，啊！太棒了，这个啊，真的，这药不错。从哪儿弄来的？要是有疗效的话，
我给你多备一些。这肯定有疗效啊！太棒了，多多益善啊！哎，石医生，你坐，我马上给你倒水啊。哎，你坐呀。哦，不用了。董事长，会长询问杨爱萍那边的进展情况。回复总部，杨爱萍研究的项目很快就会有眉目了，一旦有结果，我们随时都可以展开行动。我们需要那个电脑专家的情况，查清楚了吗？资料在这儿。安东尼奥，电脑黑客，因为攻破了美国中情局的防火墙，3个月前在他们国家被捕了。现在被关押在霍姆尔斯的重刑犯区，也就是说，通过正常手段，我们无法与他达成合作。而且美国正在准备交接，他现在要被移送给美国了。什么时候移交？还有10天。林总，我们非要用这个人吗？当然。通报会长，现在必须动用我们在他们国家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人弄到手。他对暗夜计划至关重要。Please let them in. Mr. Peterson, how are you? Fine. And this gentleman is? He's Firefox, my assistant. Though it's the first time for us to meet, I've heard a lot about you. Nice to meet you, Mr. Chairman. You have been here at a loss, so you keep out of the chance, we'll pay you back. I like this approach. Gentlemen, please sit down. Thank you. Thank you. Mr. Peterson, I've heard your business hasn't been doing well, has it? Bad deals? But, Chairman, you call us only for sure your agree? Certainly. This time, there is a possibility for us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Tell me, I am all ears. I've heard some of your members are held in Homer's prison. Is that true? Yes, it's true. And if you're short of people, don't you want to get them out? Of course. Chairman, what do you mean? There's someone we need who is also kept in that prison. This prison is everywhere. We won't take out the person, but right now we can't. We don't have the strong. That's why we have to do it together. You organize the assault, and we'll take care of other things inside the prison. And of course, the rewards will be paid by us. Sounds good. This is the person we're looking for. What's going on? It's a new mate for you. Mr. Antonio, somebody let me take your message. We monitored the phone of Alan, the vice warden, and found something new. So they are together now.
and come out with your hands above your head. This i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terminate the Black Sun. Send the information to the anti-terrorist Ministry of China. Yes. 上级已经批准了，我们和友军联合反恐作战计划。双方联合行动，要一举捣毁黑日组织在境外的据点。为了麻痹敌人，神鹰特战队和友军特战队举行联合演习。你通知媒体公开报道这场演习。使敌人产生错觉，实施劫狱。是。这是我们展现国家反恐力量的一次机会，也是震慑恐怖分子的一次好机会。你们有幸参加这次联合反恐演习，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必胜。必胜！必胜！必胜！怎么样，蓝雪？李总，有情况。什么情况？反恐特战队正在集合，准备前往皮特森他们国家进行联合反恐演习，马上就要出发了。联合演习？是不是皮特森他们的劫狱行动泄露了？他们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恐演习啊？我们要不要通知皮特森取消行动计划？不能取消，说不定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两个国家刚刚签署了联合反恐的协议，现在进行演习，倒也合情合理。哎，这样，你辛苦一下，飞过去掌握一下情况，同时监督黑日组织的行动。我这边通过监控，搞清楚他们演习的地点、规模以及和霍姆尔斯监狱的距离。动与不动，要见机行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确保安东尼奥能在我们的手里。明白。向前看，向前看，小心！林长，指挥长同志，神鹰特战队集合完毕，等待出发，请指示。请上机。是。小心。同志们，这次出境。联合反恐演习，友军派出了最精锐的反恐特战部队，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国争光，勇夺第一。神鹰特战，勇者必胜，勇者必胜。登车出发，向左向右转，跑步走。进来。指挥长，南明，关于这次任务，我要特别跟你交代一下。你先看看这个。石医生，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啊？我不来，难不成派个杨军医给你吗？纳米，你怎么来了？指挥长命令我正式归队，恢复神鹰特战队副队长的职务，并和大家一起参与这次联合反恐演习。大家欢迎，欢迎纳副队长部队。归队的事情，常指挥长怎么没告诉我？事情紧急，指挥长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什么话？保持体力，亮出肌肉，不一定要赢，随时等待新任务。我感觉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演习。
Mrs. Nanshui, I think Antonio is very important for you. My boss wishes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long-term partnership with you. I hope we can have a good cooperation. Mr. Peterson! Ah, he's Firefox, he's my assistant. She will be with us, just talk. Shana and Aung Shan have decided to join anti-terrorist exercise tomorrow. We shall be reported by Tuesday, Shan, and another major meeting. I could smell that. I think we should cancel the action. Mr. Pearson, 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China and our country start their detachment tomorrow. Is that a coincidence? Yeah. Does Mr. Pearson get COVID now? Our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My reputation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s is the survival or extinction of Black Sun.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In my opinion, it's good for us. If you could successfully break into the jail and rescue the prisoner during the anti-terrorism exercise, you will rock the world. You need to seize this. It's a brilliant opportunity for you and your organization to return. 来小姐，你这是局外人说风凉话，劫狱一旦失败，死的可是我们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想成功就必然要付出代价。如果用一些人的死来换取黑日组织震慑世界的机会，这买卖非常超值。Mr. Peterson, please think why this is not about gambling. Mr. Nanshui, right.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be strong, for have a big power. Firefox, from now, Mrs. Nanshui, work with us. Every detail about breaking into the jail, we need to negotiate with her. Mr. Pearson, have a drink. Cheers. And the anti-terrorist exercise will start today. We can see the commandos are already getting ready. Good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I am Abbas, Ministe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ior. I have previously made a visit to your task force. Hence, I am a good friend of yours. First of all, on behalf of my government,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China's Saint Condor Task Force to be here. This is the very first joint anti-terrorist exercise, and the anti-terrorist agreement has now been signed by our two nations.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soldiers not only show your individual fight power, but more importantly, work as a team to cooperate together and build a strong, unbreakable team to show your fight power.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announce that the joint anti-terrorist exercise has officially begun. 全体加油，登车。哎，你们看看，这架势，这哪像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啊？这不拍电影吗？这是，你就等着拿片酬吧。我倒是想呢。哎，你说咱们几个要是上了电视，那不都成大明星了？这是在讽刺你呢，你还把脸赶着往上贴、啊。我这活跃一下气氛。哎，杨三，你说这次演习的科目都有什么呀？咱们这都出发了，还得有保密呢。要我说啊，这么大阵仗，不是山区围剿战，就是海滩登陆战，刺激，太刺激了啊！别高兴得太早，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次的演习一定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咱们特战队要的就是艰苦，要的就是残酷，对不对？对对。人应得战，勇者必胜，勇者必胜。勇者必胜。
两国正在进行演习，阵势挺大的。位置呢？根据我们具体观察，他们的演习地点应该是在这里。